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游戏流程解说方舟啊！我上回得到一个地狱的小羊啊！啊哈！干啥呢你们？小伙伴说这个羊啊有带毒的，说啊，真假的不知道，还有个小盖子能给它升级。这羊啊有点那个什么啊，这什么啊，梁龙是吧，梁龙是一个非常猪的梁龙。OK OK， 梁龙，然后它升级了吧，升级没有，没升级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，半透明的啊，里边的破果子，上面有个企鹅，我给打死，我炸。这都是吗？OK， 那我去把那个这边有好多哎，小企鹅啊，有机聚合物就有着落了啊。我看它有没有摔伤啊？好像没有，我得把那个什么在哪儿呢？刷那个企鹅的地方是这儿吗？它有没有摔伤啊？别有啊，就摔死了，炸死你们！你们还想打我？那个是电水母是不是？会会，哎呦我的爸，哎呦我的爸，地狱系的恐龙啊，游泳有点费劲。哎呦我去，哎我来个小跳，我就大跳。OK， 那传送门咱们就OK， 那咱们传送门放哪儿？哎呦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把自己炸死了？那传送门咱们就放哪儿好呢？放后边儿，放前面？这边有好多啊，上回我就给打坏了啊，我就放这儿吧呢。传送门给我一个，传送门在这儿呢。传送门七，嗯，我还得改个名是吧？哎，这边还有个遗迹啊，七，那能放不了吗？哦，搁这儿呢，那就放这儿吧。OK， 我还得改个名啊。改个名字，这样呗，嗯，企鹅是吧，企鹅可以，这样我就知道了。我炸，小羊要升级了，我要不要给它加个耐力啊？它这个耐力掉的有点厉害，应该有个小罐子啥的，小盒啥的，没有吗？哎，这啥也没有吗？这是不是拿过了？哼，你看小羊这样，他很厉害啊。小伙伴说：“你没有经验药水不？我都给他用了。然后有一个满级药水让我给白瞎了。这有一个，这一个也不够用啊。他现在已经194级了，我身上有吗？哎呀，有，都给他吃了吧。在哪儿呢？我都给你吃了。”那我加一个那什么呢，耐力了啊，加两个耐力。哎，行，然后呢咱们再去趟那哪儿啊，去趟那个雪山那边。雪山是这个，这个我还没改名呢，我把这名儿给改了。嗯，慢慢来啊。Hello， 炸死了。他是个 boss 是不是？就这呀、啊？我时间改一下啊，改也不行，暴风雪有点黑呀、啊。去，60万的攻击力还行，我剩下的都给他加攻击力了啊。然后这边名改一下，这个好吗，小伙伴们？要不我给他收起来啊？这地方不太好，我感觉。我收起来，我放个别的地方吧。我找一找地方啊，正好它小能看到路是吧？咦 ，Hello 啊，我炸！没有什么出那个怪物出来特别多的地方，炸死了！这咱就溜达吧。咦，他真没有摔伤吗？哎呦，我横冲直撞啊，这小羊！我给大家看看啊，它长什么样？它长这样，它是个地狱系的，你看它这样啊、嗯，走吧，找个凶险一点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把传送门一放上，
杀矿兽。去。这鹿成色挺好啊，我想要它。100多级的还可以。我有果子吗？主要是。我也不攒那玩意儿呢，哪有果子？果子有37个，他得40个。那你身上没有果子吗？有3个这个，有22个红果子，70多个红果子还可以。那我来他吧，鸟晕剑，我这是啊。你走吧，我看你往哪儿走。你别飞到天上，我去的。羊啊，揍他呀！他打我都不疼。羊啊，揍他呀！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！我的妈！羊啊，你别跑啊！我去！哎，你这啥意思啊？你啥意思啊？羊啊，我去！你太够意思了！你回来！啊，这羊跟那个射猪兽是一路货呀！他妈卖我呢！你卖队友，你个狗！回来！你回来！哎，你咋回事？哎，没有危险了，别跑了！哎呀，我去！你这，你打我干啥、啊？你这啥玩意儿？我刚才要干嘛来的？哎，那鹿呢？是那个吗？不是那鹿啊！那鹿躺哪儿去了？哦，躺那儿了。我炸！我炸头！小鹿，那鹰不会打我吧？羊啊，你怎么这么？行啊，你别搁那装凶了，行不行？我真服了我。果子给他，果子在哪儿呢？你随便吧，是吧？什么都给他，应该够了。你快点啊！这个小鹿挺好的，能带我飞。羊啊，干架你为啥跑啊？啊，我真无语了。我看着他点呗，是不是啊？羊到底有没有那个啥呀？他好像得麻那个厉害的，像这样的碰一下就死了。你看这小鹿好了吗？还没好啊。哇，我没寻思这羊能把我卖了，我真是醉了。我训个会飞的我有，你这样式的你说，哎，我的妈，炸什么玩意儿？不羊吗？羊怎么还打我呢？你好没？他还不属于我啊！我现在不能放技能，容易给他弄死了。好了，记一个吧，是吧？这个成色好啊，别动啦。行为攻击清醒的目标，允许有小宝宝。我家里也有个鹿啊。然后攻击清醒的目标在哪儿呢？他不攻击人吗？啊，是这个。行，然后呢，我给他安个定位器啊。我定位器再给他来一个 ，OK， 可以啊。那你怎么弄啊？你回家吧，我带小羊，我再玩一会儿。你回家吧你，别带我走，走了是吧？行，羊啊，走吧，你半道可别扔我呀！哎，我真是，嘿，找一个凶险点地方啊，把那个传送门放上。我炸！他来拆尸体来了，他变成了我的尸体。嘿，哪有厉害？没有厉害的这儿。去你的吧！还想打我？这个羊是那个什么的啊？地狱系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这个，他能爆炸是吧？给保护自己。这怎么还有企鹅呀？刷企鹅的地方挺多呀。有机聚合物，
我再溜达溜达啊。哇，这全是企鹅呀！之前还在找呢。小羊跑得也挺快的啊。上上上，天神鹰。是啦，那我怎么测试它的毒性啊？你干啥？就这样还天神鹰，我呸！还有个小鹿，这你看这个这就差劲，你看他们才八级，刚才那一百多级呢。Hello 啊，有没有厉害点的啊？哎呀，天神的，天神的大地懒，别叫了，来吧，是不是天神的？不是，是个假天神，假装那个嘟嘟霸王龙是不是啊？你啥呢？你老破玩意儿，这有个毒气的。毒气的狼啊，小伙伴说我这个羊也是有毒的，我打谁谁能扛得住啊，谁扛不住啊，哪有刷的多刷厉害的，叫什么玩意儿，打死你，有病啊，炸弹企鹅好像是保护我啊，哪儿呢？死了啊！炸我也没用啊，小伙伴们，我是不是因为我身上盔甲好啊？不打几个 boss 给点盔甲吗？好像那个事儿，他爆炸对我也没什么伤害。这不有个小盒子，有没有？这遗迹里边没有吗？小盒子没有哎，都起来了，我炸！那我这个传送器应该放哪儿啊？小企鹅，炸死你！你这是啥玩意儿？溜达溜达吧呢？没有特别危险的地方吗 ？Hello？ 哪有？没有。炸死你！还想打我？我去，冰系的，炸死你！那个呢？我要你的毛啊，拿去了。哎呀，武器大师，我就会他。这包里有啥呀？包里破烂。武器大师在对面，我上对面看看啊。还有个施救，喂，哎呦我去，挺厉害呀 ！buff 打开啊，小羊 buff 打开，我炸！嘘，哎你，跟我的小羊比，你简直一文不值。天神的那个什么，天神的施救好像是被他给炸死了，这哪有厉害的呀？那地上有一个兽头兽是不是啊？那我这玩意儿应该放在哪儿啊？这传送器啊，哪儿去了？那兽头兽啊？哪去了？刚才看到了呢。溜达拉倒吧，溜达吧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地狱猪！哎呀，这白瞎了，雌性的112级的地狱猪哎，包里有东西吗？包里有东西，是这个吗？秒需要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OK， 都给我吧。经验药水，给它加上啊。经验药水我给你，这个呗，三瓶。
吃吃吃，给他升级可是真费劲了，现在200多级了是吧？啊，190级，有一点点费劲了。丁石臼，炸！丁石臼死了，扒他毛，有没有毛？有蓝色的毛，我要绿色的毛哎！你炸死你我！你干啥呀？你过来吧，我顶死你我！哎呀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有点烦。那边就不是兵了吧？那边是吗？小羊下个蛋呢，地狱蛋。我这地狱蛋挺大呀，好吧，下了个地狱蛋，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